库巴。你是那个马尿在车里的那只恐龙吗？库巴。他是我哥哥，你怎么哭的出彩？我们来玩的是星际争霸的镭射枪，我们再看看看看吧。我们今天对战。你看，哇，好帅哦！这样看起来比较科技感嘛。背在身上，对方打到我就输了。这个闪的话，表示我被打中了。我觉得这有点太小见了，我换个地方穿了。他射自己吗？他枪是长这样子的。最长可以60米的距离，然后可以多人数，在室内可以在室外玩哦。那我们现在这边是有两组，一组红色，一组蓝色。三颗电池。你还没开，那个盒子上面有开关。它这个后面的光线就是告诉你你剩下多少子弹，所以它有发数的限制哦。这个盒子上面有选择，你要蓝队还是红队？红队。它会自闭吗？不行，自己打自己还没事。它填弹是要这样摇呢，要按着。有有有，听到填弹的声音了。被射中就变黄色了，绿色的时候表示你血很多，变红色表示你就快挂了，可以躲哟。我不要突击坏人，人力超棒，爸爸是人，我是鬼，要来抓人。我又被射中了，红色了，攻击攻击，他头露出来了，能不能打中了？头发不见哦，我去哪里了？哦，跑来这了，填弹要填弹，你无法被打中哦，你黄灯哦，红灯哦。快被打死了！看来我只有一个方法可以。不可以射掉吧？太作弊了，太作弊了！哦，你 get over 了。啊，我 get over 了。我是不是真的？没想到我这样就 GG 了。掉了，开始。妞妞不敢出击，跑到另外一边去了。有一只鹿在攻击你。你旁边是什么黄色的？妞妞也要被打中了，妞妞变黄色哦。第二回合，妞妞输。那我直接冲过去了哦。哇，妞妞没子弹了。快！我想办法突破妞妞。哦，有人救命！有人救命！就炸光明的对决啦！啊，他没子弹了，赶快，赶快！休息一下，还可以补血。现在变黄灯。你干嘛一直抱着柱子？天天完全黏着柱子。哇，那个在这边，然后在做附件，你一直摔。还会生气，他们不想要死掉。付了一些。最后，谁死了？听到死掉声音。你已经输了。哈哈哈你在干什么？我只打这一块，他的范围是这里。哦。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。
哪里好玩啊？别的摄影就赶快冲开机，就自动呼吸。这是在日本亚马逊订的。你们玩的时候可以把灯关暗暗的，关掉暗暗的就可以看得到对方的胸前的这个。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买来玩玩看。爸爸，我们先见，拜拜。Go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 New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7点更新影片，妞妞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常识矿，这里可以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